秉正这个呢，千万不是烟灰缸哦，吼，就是。虽然我一开始看他做完的时候，就这好像是火锅，然后你知道有火锅的味道。其实他其实秉正他今天在做的时候啊，因为他要做笔筒，所以他一开始就戳，他想戳一个高高的，想要挖一个洞，然后就有笔筒高高的感觉。我说我们今天做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用这样戳的，因为这样戳会变成只是捏塑，它的造型会比较很像揉过均匀的方式。所以呢，我就请他自己用手呢慢慢这样挖，自己挖。可挖到一半的时候，他有发现呢，老师，可是这样就变开啦，就不是高不好挖。他说老师有方法，那我就他说这样放笔很怪，这样。他就决定，他说老师，我这样戳一个洞，我把笔放上去。我说可以啊，试试看，这样放进去就倒下来这样。所以我说那。其实我并没有告诉他你要怎么解决，虽然我脑袋有想到，我说我们来想想看，你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吗？我说有，我想到一个方式，就这个东西，搓一搓，歪歪。我说可以，这可以擦吗？搓一搓，哎，还蛮成功的，可以啊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想到的方式啊，虽然我脑袋有些答案了，但我觉得这个不错哦，这个笔筒我从来没有看到长这样子哦，很特别啊，那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最早你看到他从第一开始遇到问题。到解决方式，然后我会考虑他说这样不行啊，这样倒下来，到怎么解决问题，这点郑志远是蛮成熟的啊，很棒啊，很值得鼓励。还在以前的。